我虽然站在这个位置，我没有今天这一首我不跳，因为他们穿得太辣了，我再跳下去真的会破功。好，掌声欢迎我们徐美华班长所带领的张文欢乐舞蹈班，是我们张文女成立以来第一个社团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掌声太小了呢，他们穿得这么清凉啊。现在已经开始了。